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7 亚洲杯的比赛情况。那中国队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0-3输给了沙特队，将仅存的出线希望化为乌有。最终的话呢，中国队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能够完成出线，从而也丧失了继续冲击 U17 世界杯比赛名额的机会。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中国球迷在赛前已经是有所预料的，毕竟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啊，有沙特队有澳大利亚队两支亚洲顶级强队的情况下，想要拿到前两名完成出线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上的表现应该说算不上非常的出色，但是也有一些亮点，尤其是在进攻端，中国队多个比较犀利的配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总体来看结果是比较差的。结合此前 U20 亚洲杯上中国青年队的一个表现，形成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 U20 亚洲杯上中国男足的分组形势不比现在好多少，当时我们的小组当中也有沙特队，而沙特队更是那次比赛的卫冕冠军，同时在我们那个小组当中还有日本队，最终的话他们也是杀进了决赛，所以说其实比赛难度要比这个更大。结果咱们的 U20 小伙子们最终是获得了小组出线，甚至差点击败韩国拿到世青赛的资格，而 U17 的小伙子们甚至连一场胜利都拿不到，对吧？三场比赛被对手打进9球，场均要丢3个球，我们的防线成为了被球迷们质疑的重点。但是在这其中啊，杨晨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也有球迷表示啊，杨晨仅仅是这支国家队的傀儡主帅，根本就不是幕后能够去决定这一切的教练员的人选。中国队所有的战术并不能够按照杨晨的思路去打。其实当中国队跟这个澳大利亚队比赛打完之后，大家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面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强队，我们不先立足于防守打稳守反击。其实中国 U20 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之所以能够赢下沙特队，我们就是靠反击。就中国队现在这个实力，你去跟对手拼对攻，那根本就是自己找死啊，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点，那杨晨能不清楚吗？他肯定也很清楚。而且也有球迷表示啊，此前看过 U17 杨晨最初带队的几场热身赛，当时中国队打的都是比较保守的四后卫的一个阵型，而不是像现在一个三中卫两个边翼卫压得非常靠前的这种攻击型的阵型。现在也有球迷曝光啊，其实杨晨并没有办法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什么样的球员入选，什么样的球员能够打首发。这支 U17 亚洲杯真正的幕后大佬就是前国青队主帅沈祥福。那么沈祥福此前也是一直活跃于中国足坛的一位教练员啊，尤其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率领中国国青队的确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今非昔比啊，经过了20年的发展之后，其实中国这些青年男足的水平，不要说跟世界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亚洲范围内连二流都已经算不上了。但是沈祥福他一直的理念就是攻中带守，守中带攻，他绝对不会支持这种纯防守打反击的这种战术。那再结合沈祥福当年非常喜欢使用的三中卫，为什么突然在亚洲杯上变成三中卫的战术，大家就觉得啊，这支球队其实幕后真正决定球队首发阵容人员入选的就是沈祥福，而杨晨只不过是在这支球队面前的一个傀儡主教练而已。当然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一些相关权威媒体的证实，也只是球迷的一种猜测，但是这种猜测的确是不无道理。再加上在这一次 U17 青年队当中啊，我们也看到目前在这个年龄段有着非常实力的恒大足校的几位小将也是都没有能够入选的，这个也是引起了球迷的质疑。那中国足球历来啊一直上不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足协内部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最优秀的球员最优质的教练员往往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踢比赛，或者说是去安排比赛，这个也是中国足球上不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